A girl live streaming here, then a girl live streaming there. This is so strange. This guy here with the girl filming him, probably makes very good money. Better make good money for what he's doing. Yeah. Welcome to Chongqing in China. Today, we are watching so many live streamers here on the streets, and I'm so used to doing live streams on YouTube and sometimes getting donations, but what if we are gonna donate to these people here directly? Hello, hi, can I give you 2 kuai? Huh? For you? No. For the live stream? No. Donations? No. You know, he doesn't accept donations. Do you want more? 10 kuai. 10 kuai for the donation. No. Yes, please. No. Let's get away more live streamers. Shishe? Hi, nice to meet you. Well, if you don't want money, I'll give it to her. Live stream donation for singing. No. They don't want donations here in this country. I don't know how it works. I'm gonna give 20, let's go up with the money. I don't know how it's possible. Hi, nice to meet you. Hello, 你好。Hi. 我们的自娱哥哈，我们的自娱哥是。Can I give you 10 for you? 给我吗？ Yeah. 哎呀，你太高兴了，不用不用哈。好、oh, ，OK。不用哈，我们不是卖茶，不是卖刚卖上的。Everyone is refusing the. Please, donation for the live stream. 啊？啊？啊？没有。Yeah, yours. Water.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I am a streamer too in my country, and we give money to streamers. That's what we do in my country. We give money to streamers. 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狗哥一直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这个中国墙里边啊非常火爆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各种的直播。还有这个同样呢是非常火爆的墙里边的这种啊直播带货啊，还有这个抖音 TikTok 的短视频啊，这些话题呢狗哥呢是一直有一些想法想给大家呢认真的分享还有讨论。那中国墙里边社交媒体上的这种直播非常火爆的情况，中国的网友们肯定呢都是会非常非常熟悉的。狗哥自己呢是已经离开这个中国好多年了，现在呢也从来都不用抖音啊快手这些个中国最火爆的直播平台，所以呢现在对于这种中国全民直播的这种非常火爆的情况，狗哥自己呢是缺乏这种真实的切身的体验。但是呢对于墙里边这种全民直播的盛况，狗哥呢这两年以来呢也是有知道的。今天没开头给大家分享的小视频是几个印度人啊，他们呢应该也是这个 YouTuber， 他们最近呢在中国某个城市的街头拍的一个视频。他们当时呢是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在街头呢公开给那些正在直播的那些中国们博主们钱啊，直接在当时呢给他们真实的这个人民币的纸币现金。结果呢那些中国博主们他们都是啊纷纷表示拒绝不要。当然了这些中国的直播主们他们呢也不是说就不缺钱，他们呢也不是说就真的是不想要那些个毛币，他们当时拒绝不要主要呢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呢搞不清楚这个状况，不知道这几个外国人在现场给他们发钱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他们呢就不敢要。这个呢是他们当时呢拒绝收人民币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从这个视频里边大家呢就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中国墙里边现在这种全民搞直播的火爆的情况。刚才说了对这个情况中国墙里边的网友们肯定呢都是会非常熟悉的啊，就是在中国城市的街头，特别呢是在步行街，在城市地标建筑这样的地方，现在呢总是会看到大把的人，特别呢是这个年轻人在扎堆搞直播，就像视频里边的那种盛况。狗哥呢必须要说了，你像这种盛况可能现在大家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啊只有在中国墙里边存在，只有中国墙里边这种盛况它是唯一的存在。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视频直播在中国会这么的火，为什么中国它会出现这种全民直播的盛况，为什么在其他比中国发达的国家里边，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国家里边
都基本上没有出现这种全民搞直播的情况，特别呢是在现在文明国家的街头，在其他的这个公共场合里边，几乎呢都看不到有这种在街头直播唱歌、直播跳舞的这个情况。另外，还有直播带货、直播卖东西这种呢，肯定也是在这个地球上，中国它是最火爆的啊。像这些呢，都是为什么？狗哥呢是自古以来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出现这种全民搞直播的盛况，这个呢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呢，它首先是一个进步啊。像那些大量的在城市街头公开唱歌啊、跳舞做直播的那些个中国年轻人，他们中虽然这个绝大多数人其实呢都没有什么才艺，都没有什么天分啊，他们的歌唱的是很一般啊，跳舞呢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呢他们现在敢于在街头这种公开的场合去展示自己，去给别人看。在狗哥看来呢，这个呢首先呢就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因为很多网友都会知道，中国这个集权专制社会，它自古以来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呢总是在压抑作为个人的这种个性。中国这个社会呢，它自古以来都是绝对不鼓励中国人个人去公开展示个性的。那最近几年以来，在社交媒体啊这种直播的鼓励下，有大量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敢于走上街头，在公共场所呢去很大胆的去展示他们的才艺还有个性。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呢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呢，它是一个进步啊。中国人这种敢于公开展示个性的行为，首先应该去肯定还有鼓励。这个呢比那些在一块跳广场舞啊要好得多。但是啊，狗在这儿呢又要说这个但是了。狗今天呢还是重点想说这个存在的问题，而且呢还是存在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儿，它肯定呢会有这个正反两方面啊，它有积极的一面，它呢也会存在这种消极的一面啊。刚才说了，中国这种全民直播状况的出现，现在很多中国人他们敢于通过直播去公开展示他们的个性，那这个呢是值得肯定还有鼓励的。但是呢这种全民搞直播里边呢也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根据这个狗哥的观察里边，狗哥最在乎的问题呢是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假，中国人这种直播里边造假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个直播里边公开存在的网络羞辱和霸凌的情况啊。其实它里边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多的。狗哥呢现在最在乎的是两个，一个呢是直播作假搞欺骗，另外一个呢就是网络羞辱和网络霸凌。先说第一个，直播和这个视频里边的造假，那这种情况肯定呢有不少的中国网友呢也多多少少都会知道。在这儿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个中国这种直播行业的一个圈内人他说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他说呢，那天有个姐姐说打算让他工会里最近招进来的几个女生都去走农村妇女的路线。他这说的这个工会其实呢就是中国墙里边这些个视频直播行业里边的经纪公司啊，或者是这个包装公司。这些公司们他们呢给这些主播们做包装，帮这些主播们的这个推广，然后呢他们从主播的这个流量收益里边呢得到分成。这些个工会公司大概呢就是这种模式。这网友说呢，那个公司呢最近是招了几个女生做直播，要走农村妇女的路子，就是让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呢扮演一个普通的农妇，有固定的破旧背景，带着一个小孩。那像这种破旧背景和小孩其实呢也都是道具，都是假的。那位圈内人姐姐说了，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在摄影棚里边拍，比如说在杭州就有很多这种搞直播的棚，有的棚呢还有上千平米那么大。中国社交媒体上那些个啊下雨直播、路边直播、桥洞直播的，其实呢有很多都是在棚里边拍的，甚至说有一些所谓这个赶海的视频也都是在棚里边拍的。他说呢，直播这个走农村妇女的路子，就是视频封面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农妇，但是呢只要网友点进去，
在实际的直播里边，这个农妇呢就变身了，完全不是这个灰头土脸。说这个主播他变身以后穿的衣服也要有讲究，因为在农村啊这个人设里边，农妇呢他是不能穿的太搔首弄姿，但是呢一定要穿啊紧身显胸大的衣服，一般呢是穿白色的能看到内衣颜色的 T 恤，还有紧身包腿牛仔裤，总之呢要给人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就是又土又欲的那种啊。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姐姐呢还冲他们是笑了一下，说大家都懂。这个网友说他自己在以前呢确实呢就看到过这种抖音的主播，基本上都是这个老公不在家带娃妈妈偷偷变身满足小女人幻想的那个样子。而且呢这种主播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呢都会在这个置顶的视频里边写背负巨额债务，老公打我，而且呢赌博，多亏有大哥和家人们才苟延残喘活到今天，都是这种人设啊。他们直播的时间呢也很固定，一般呢是在深夜，而且呢连他们之间 PK 的那个模式呢都是很固定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公司培训和包装出来的。这个呢就是中国这种所谓啊全民直播里边存在的大量的造假行为啊。你明明是一个城市姑娘，你非要假装成是一个有欲望的农妇去搞直播，就像这样的啊诸如此类的这种造假呀真的是太多。所以呢中国人花那么多的时间啊在看大量的这种造假的直播造假的视频，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呢是大量造假普遍造假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直播里边公开存在的网络羞辱和霸凌。这位圈内人网友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啊，说他认识一个搞直播的小姑娘，本来公司给这个小姑娘包装的人设也是这个老公赌博成性欠下巨额外债，所以呢他一个人出来打工。后来他这个频道呢是涨粉到了瓶颈期以后，他们就发现呢在户外搞直播流量呢比较好，所以呢又开始呢让这个小姑娘呢去菜市场直播卖菜。说这个小姑娘她的直播风格呢也是比较固定，基本上就是穿一身非常显身材的这么一个紧身上衣，搭配小脚蓝色牛仔裤，然后呢坐在镜头之前卖菜。她虽然呢是搞直播，但是呢这姑娘呢也真的是需要去这个菜市场啊，去真的菜市场去卖菜的。他这儿呢是没用这个摄影棚，他的直播时间一般呢是从凌晨5:30天刚亮开始。说后来呢有一个大哥是进了这个小姑娘的直播间，刚进去就刷了一个人民币啊1000块钱的礼物。这个大哥呢他呢也不怎么说话啊，在直播间里边。后来这个大哥呢又经常去他的直播间，每天都会刷个这个几百块1000块啊，不白看这个姑娘卖菜。在这儿狗哥就必须有感慨了，就是按照这样的收入，那这些中国墙里边的主播们比狗哥这样的 YouTuber 的收入呢要高很多啊，就是看来必须呢得有大哥罩着。但是很快这位大哥他的精彩桥段呢就出现了。某一天这个卖菜小姑娘跟对面直播间呢打 PK， 这个抖音直播 PK 就是两位主播一旦是进入这种 PK 模式，那他们还有他们的粉丝呢就会进入同一个直播间，大家呢就看哪位主播得到他们的粉丝打赏的这个礼物多，打赏的礼物高，这样哪位主播呢他就最终 PK 胜利了， PK 成功了。狗在这儿呢也是这个现学现卖啊，因为这个不用抖音，所以呢之前呢完全不了解这种主播 PK。 那某一天那个直播卖菜的小姑娘他打 PK 的时候，之前一直关照他支持他的那个大哥突然给他的对手是刷了3万块钱毛币的礼物，就导致这个小姑娘呢她是输了，输了以后就要接受惩罚。那天那个小姑娘呢她呢是被罚直播举一个轮胎啊，举着轮胎做30个蹲起，而且呢她那天穿的还是一条很短的裙子。但是呢在这场 PK 结束以后，那位大哥呢又回到这个小姑娘的直播间，也给她呢是刷了3万块钱的礼物。大哥呢还给那姑娘发微信说，如果你下一次打 PK 我呢能够保你稳赢，但是呢你要把这个你裙子里边的安全裤脱了。姑娘说呢她是在户外搞直播没法脱安全裤，会走光被这个直播平台呢踢走。
但是呢，大哥说呢，给你上50万的票，你脱不脱？这个抖音直播里边的50万票，应该呢是相当于毛币这个5万块钱。这小姑娘说呢，这个看似照顾她的大哥，经常的会是这样，就是基本这个小姑娘她在直播里边最不喜欢干什么，那这个大哥呢，他就要求这个小姑娘呢要干什么，而且呢，他很喜欢看这个姑娘呢在直播里边呢是出丑。这个所谓的大哥，他呢是陆陆续续在姑娘的这个直播间里呢是待了半年，前前后后啊，一共刷了有这个40-50万块钱毛币的这个礼物，而且呢，这个人呢，还是一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一位博士。所以呢，看多了抖音直播里边存在的这些个状况，这位网友呢，他就感慨说呢，钱在这儿是成了最直接也最有效的砝码，它可以呢，让镜头对面的那个人呢，做任何冒犯的举动，无论是下跪还是出丑，又或是这个对着镜头跳艳舞脱衣服，通过金钱兑换权力的人，他是成了直播间里边拥有最短暂实现的坐在最高位的那种掌权者。他低下头发号施令的时候，直播间里边的几万观众也全都是他的拥趸，而他的欲望呢，也将通过直播的手真正夺去一个人尊严的权限。这个呢，就是中国墙里边这个直播平台上存在的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公开的羞辱、公开的霸凌，赤裸裸的金钱转化成了去进行羞辱还有霸凌的工具。各位，今天聊这些东西，主要呢就是希望大家，特别的是中国的网友们，了解中国墙里边这个最火的全民搞直播里边存在的一些主要的问题。有些问题呢，还是这个非常邪恶的。特别呢是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家里边有未成年人的这个中国的网友们，大家呢更需要去很认真的管理未成年人使用抖音 TikTok 啊这些个直播和短视频的平台，这些里边这种大量造假的情况，特别呢是普遍存在的这个网络的羞辱霸凌，这个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都是这个非常有害的。现在说一下这个同样在中国墙里边非常火的这个直播带货。直播带货大家呢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直播卖货，直播卖东西。刚才说了那个直播卖菜的小姑娘，她其实呢不是真卖菜，卖菜只是她的一个人设和道具。那个小姑娘呢，她主要呢还是通过直播呢要得到流量和粉丝打赏。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直播带货，这个呢就不一样了。直播带货呢是真的要在直播里边卖东西的，卖东西是直播带货的第一位。那根据狗狗的观察，中国很火爆的这种直播带货，它呢也存在两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主要呢也是给中国的网友们要提醒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直播带货卖的那些货，卖的那些个东西，他们的普遍质量呢都是很低的，而且里边呢也存在大量的造假行为。像这两年啊，中国最火的一个直播带货的商家新东方的东方甄选，也爆出来把养殖虾当成野生虾在卖，对不对？你中国最有名的东方甄选都这样了，他都卖假货，你更不用说其他的这个直播带货了，对不对？所以呢，中国这些个直播带货呀，他们卖的货普遍呢都是质量比较低啊，存在大量的假，这个呢也是狗哥呢可以肯定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对于这个中国的网友们来说，热衷于这种直播带货，在这种网络直播间里边去买东西，这种模式在狗哥看来呢，其实呢是很低效的。这种模式呢，真的会浪费人大量的时间还有精力。很多网友呢，应该呢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呢，如果说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啊，如果说大家呢是在网上逛，想在网上买，不管呢是在这个中国墙里边的淘宝上，还是在墙外边的像 eBay 或者说亚马逊上，在网络上啊，很容易就能够逛进去，很容易就能够沉浸进去，很快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就过去了。墙里边的网友们逛这个直播带货间，应该呢也是这样。而且呢，你在网上逛这么长的时间呢，也未必就能够找到想买的这个合适的东西。而且呢，中国墙里边这些个平台啊，不管是这个淘宝也好，还是其他这个直播带货也好，买到的东西呢是经常不合适，你这个退换货、沟通之类的，在网上也都会耗费掉大量的时间。所以呢，在我看来呢，这种模式呢，其实呢是非常低效的。
性价比很低。像狗哥自个儿还有生活在这个中国墙外边的网友们，大家呢应该呢还都是这个比较传统的购物模式，就是你想买这个生鲜食品的话，你呢就去超市，你想买衣服或者说呢你买其他东西就去商场，就去奥特莱斯或者说呢其他的这个专门的商店。在中国墙外边生活，网购应该都不是这种生活购物的主流，从直播带货里边买东西呢肯定呢会更少，几乎呢是不存在的墙外边。狗哥认为呢，你像这种看起来可能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它跟中国墙里边非常火爆的网购直播带货比起来，墙外边的这种效率呢其实是更高，对于这种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来说呢，它呢也是更健康。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墙里边的很多的商场，很多的购物中心是不是都是这个比较的萧条，但是呢中国墙外边的这些个商超啊购物中心呢还都是一片的火爆。像这方面这个差别，它跟中国墙里边啊很火热的这种网购和直播带货也都是有关系的。中国人都习惯待在家里边，都习惯待在网上，你像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还都是习惯走出家门啊去这个买东西。狗哥认为呢，习惯走出家门买东西的消费能力上肯定呢比只待在网上的消费能力要强，这个呢也是中国国内消费不振的一个原因。这两天关注这个话题，就想到这个在去年2022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它呢是有一个报道，它呢是关注这个这些个短视频啊，抖音 TikTok， 特别呢是孩子们啊，小孩子们未成年人，他们如果沉浸于这些短视频会对他们的大脑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概括讲的就是，如果这个小孩子们未成年人他们沉浸于抖音 TikTok 这样的短视频，如果说他们每天都在花大量的时间在看这些短视频，他们习惯看这些短视频，那很可能就会降低他们的这个定向注意力。什么叫定向注意力？就是指呢抑制分心，保持专注，适当转移注意力的这种能力。比如说你这个看书，你做数学题，这些呢都是需要比较强的定向注意力。再比如说人这个成年以后啊，在生活里边，在工作里边做规划，在确定事情的这些个优先次序啊等等，这些个方面同样呢也都是需要比较强的定向注意力。抖音 TikTok 这些短视频他们呢都很短，你长时间看这些东西以后呢，就容易造成这种关注点呢在不断的切换，在不断的漂移啊，造成这种思维呢很零碎不连贯，这样呢就不利于定向注意力的培养，那以后影响的很可能呢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啊。当然现在就是对于这种社交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些短视频的影响啊，研究呢还都处在这种初级的阶段，很不成熟。但是现在可以得到公认的肯定呢就是，小孩子们未成年人如果说啊非常沉浸在短视频里边，这个呢不会是什么好事儿。特别呢是中国墙里边的很多很多的家长啊，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他们呢已经是很习惯扔给小孩子们一个手机一个 iPad， 让他们去看抖音去看快手，没节制的玩这种游戏。你像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其实呢是在害这些孩子们。最后呢我说一句啊，就是你像这个社交媒体，像视频直播抖音 TikTok 短视频这些个东西，这些东西技术本身他们呢都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人对这些技术的控制使用。你如果说完全没有控制，你没有好的控制，那这些个技术啊，这些个算法对很多人来说呢就会成为魔鬼，会有这种很消极的作用，甚至说是害人。所以呢对这些个东西，中国的网友们呢应该要有更多的警惕。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聊啊，拜拜。